活了500年才知道，家里不想穿的旧衣服还能这样改造，一般人我都不告诉。一，普通的吊带穿腻了，把两根肩带交叉，然后在腰部位置两边剪两下，露出性感小蛮腰，轻松吸引男神目光。二，家里的臭袜子太多了，像视频中这样裁剪一下，就可以当成口罩使用了，赶紧让你妈妈安排起来。三，拿来你妈刚买的新床单，只要你够大胆，像这样中间抠个洞，旁边再剪几刀，系上腰带，穿上一样走红毯。四，穿旧的袜子，像视频这样从发梢一直往上卷，然后固定，用吹风机进行加热定型，等待3600小时，拆下袜子，托尼老师同款大波浪就完成了。五，牛仔裤旁边破个洞，用剪刀从破洞处剪到裤腿处，然后穿上一排别针，这样的裤子你是不是也想来一条？关注我学习更多小抖音。